来自韩国的性感女神 DJ Soda 黄素汐，又现踪台湾，拥有甜美外貌、魔鬼身材，还被外界形容是漫画里走出来的人物。在跨年夜首次在台湾跨年，当天倒数后还前往台北市信义区街头，和民众一起大跳辣台妹，让现场民众嗨翻，频频用手机捕抓野生女神，可见她在台湾的高人气。虽然在寒冷天气仍然包紧紧，但依然看出火辣好身材。据悉她这次来台是为了秘密活动，这也是她继11月26日来台表演后又将规划新活动令外界十分期待。辣台妹，辣台妹，高飞，辣台妹，辣台妹，哦，你是发布的高音，辣台妹，辣台妹，哦，辣台妹，辣台妹，谢谢哥了。